衣服350块钱，我给你买的，把衣服还给我，不带我。媳妇儿太过分了。妈妈，奶奶叫你抹老虎。什么时候说的？刚才，奶奶叫你抹老虎。奶奶说我是母老虎，嗯，她跟你这么说的。你的妈都是母老虎。韩斌啊，你妈要是既然这么说我了，那我以后就……她没说你啊，什么时候说的韩斌？说了刚才，你可刚才我妹妹和我去和奶奶玩的时候，奶奶说的，说妈是母老虎，是偷偷的说。就是可心也没听见呢。在耳朵跟旁。那既然你奶奶对我不仁，就别怪我对她不义了。怎么了？那就一码算一码。Later。妈妈，嗯，给你奶奶算账。妈，你刚才是不是管我叫母老虎了？这件衣服350块钱，我给你买的。那你说我母老虎，就把衣服还给我，不带我。衣服你穿了，我就不要了，把钱还给我吧，350块钱。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了。俺不拿钱哦。有多少先？有多少？就俺一点零钱，50块钱。你我买了，你还得要钱回去呢。50块钱。来，300块钱，下次还给我。我得来得及呢。嗯。这就还买了哈？俺有利息也少，俺不用你买。行吧，你行不行啊？咱妈都生气了，还不这样了？说你母老虎，是吧？买的衣服你翻小账。犯小肠可是，他先说我的，说我是母老虎呀，对吧？你这个人这么小气呢？谁先？买了还能要回去啊？啊？谁都说我母老虎的，那还差我300块钱呢。差你300块钱，我这有，我这账上300，给你。认钱认钱不认人，女士。我怎么认钱不认人了？那谁呀？那是那咱妈呀。咱妈怎么了？你不看三米？我平时是不是对他也很好？他竟然说我是母老虎，他不仁就休怪我不义了。一点小事你就是，你这个人，儿子斤斤计较，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再这样还告诉我哈，你才是我生的，跟我一溜的。还是你行。你爹还是向着你他妈，走。Nice.